二一开始。宁宁特别相信你，但是千万不要大意哦，有很多厉害的角色都设在了我们的游戏上。所以说要胆大心细才行，相信自己，同时你要审时度势。非常轻松的过了第二关。好呀，明明这是闲庭信步啊，完全没把我们的道具放在眼里。小心哦。好了，放上那个圆盘。好的，好，哎呦，好，不要大意哦。好的，最后一关，时间非常的充裕，不要担心。你需要注意的是如何稳扎稳打的过程。好的，最后一步了啊，明明。哇哈，你忘了按钮了，明明，你先按那个钮。不费吹灰之力，成功之后还翻了一个后空翻。看看第五关要不要挑战。第五关要不要挑战？要。好，看好你，耶。好，宁宁准备好了没有？听我的口令，三二一开始。我呀，太遗憾了。不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，可能是因为方法不对吧。那也不得不遗憾地宣布，刘明明的账单取消。